截至目前已经有90多个国家的代表确认与会，他们之中有一带一路伙伴国的领导人、部长等官方代表，也有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工商界、智库和民间社会等各领域人士。很多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和代表也已经确认与会，相信下一步还会有更多的合作伙伴确认与会。